看你从那边下一个，然后从这里下去。玉山消防分队的队员用上紧的速度拔好锁啊，开辟出上佳的救援途径，要赶紧将已经昏迷伤者救起来并抱顶。慢慢走。中秋假期伫信义乡九美部落发生了一件民众摔落山坎的事件。原来是一名来自台中的49岁精神男子，行罢饮酒后一时欢喜，就走去爬树，想要万年顶来吃，却因为酒后爬树失去重心，一个无注意就摔落十几公尺深的山坎。工人啊，那他疑似要爬到树上去采龙眼，而不慎的发生坠落。那我们到现场救援是以绳索救援的方式啊，然后架设固定点啊，下放人员，再以斜坡搬运的方式啊，把将人员上拉。那现场有很多热心的民众啊，那也有协助帮忙啊。那在拖拉系统上面啊，节省了一些时间啊。在救美部落消防相助队的帮助下，玉山消防分队真无简单，才将伤者救起来。但精神男子已经头破血流，陷入昏迷。那将人员 SKD 包扎方式，然后上拉。那患者伤势目前，在送医的过程中是，葛氏昏迷指数是7分啊，那身体有多处的撕裂伤。中秋假期欢喜行吧，却发生意外。救护人员表示，精神男子伤着头部，可能已经有脑震荡，加上送到第三秀团病院时需要插管急救，目前也是昏迷中。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。